姐，我说不行，你杀就下来吧。这家给四轮子都憋啥样了？瞪了瞪了的，这不明显小马拉大车吗？不是大爷，这车头咋撅起来了呢？这是累的还咋的呀？这啥累了？超重了！哎呀，我帽子呢？哎呀，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？嗯，哎呦我这死了的狠呐、啊、这劲不小啊，这么老长杆呢，这羊还能带动了呀？哎，那中间那一轮圈来回转的是干啥的在那儿啊？外面太热了是吧？哎呀，我给你停一会儿啊，我怕你家屋里冷，我撤掉空调没事儿。完了你先上菜吧，吃完再开出去啊。哎呦我的妈。